黑虎的痕迹，真是怪了，这些机关明显是大小姐的手笔啊！子胥，你们来看看。不觉此处有些怪异吗？墙后有路。子胥说的没错，夫人设置机关后，将妖魔引来此地。接着。 妖魔为了追他而触发机关，他在透过这道暗门逃往别处。别处？是啊，去了别处。大小姐不在遗迹，定是到墨浪河去了。唉，希望真是如此。这道暗门绝对是通往墨浪河的通道。四处找找吧。 待会儿一定见得到大小姐。大王这么笃定？这可是我与大小姐在漫长岁月中培养出来的默契。况且，当年大小姐也是在墨浪河边遇到我那仆人的。走吧，快往墨浪河去。 子胥，嗯，香儿跟我说，这些年你给他讲了不少故事。主角可都是红儿呢。啊，是有一些。我也想听听子胥说故事呢，一路上可都没听你说过。好，上次说到哪儿了？说到红儿上了月宫。对，上次说到月宫的月宫。 阿兄，好，这段跳过。那么，就从红儿抵达月宫后说起。月亮上有许多漂亮的宫殿，红儿披上华服，吃着美味的食物，却还是不禁想起长安的太傅，想念长安的小玩伴。于是，他下定决心。 趁月亮最靠近树梢的时候，向下一跳。红儿回到了长安，可。
可是，长安已变了个样，出现了许多妖魔，妖魔还把太傅给吃了。红儿很少呢，他想着，哎，要是留在月宫，就不会知道这些事情了。为什么我要回来呢？这时，红儿看见一头妖魔出现在他眼前。 要是妖魔也把我给吃了，那不就能和太傅在一块了吗？就在妖魔准备吃掉红儿，千钧一发之际，两个小玩伴出现了。没错，在一番激烈的厮杀之后，红儿与他的两个小玩伴一起战胜了妖魔。小玩伴和红儿一起战胜了妖魔，是吗？是。 前面有个草庐，我们过去看看。大小姐，我可终于找到您了！你也真是，就这样一个人离开怎么行啊？现在妖魔横行，遭遇危险该怎么办？要是我在，便能保护您。 还可以陪您聊聊天儿。我知道你会找到我，吉鹏，他们是紫雪小鬼、江儿小丫头、墨家小背红儿。<笑>这样啊，夫人，我自吉鹏大王口中听说你晓得炼化人体之法，我想向您请教。 炼化人体，为何有此疑问？舍妹，这是机关人吗？原本的身躯还在吗？修复身躯时，潜伏在里头的黑火反噬，烧得一点也不剩了。黑火反噬，我了解了。非死亦非生。 正青春就遭此不测，我可以帮助你们。只是你们得先做点准备。夫人，请说。炼化人体有别于炼化妖魔，需以强大的能量驱动阵法，否则必然失败。阵法我能够为你们绘制，能量却只有上古神器才行。说起神器。 大小姐，您怎么没带着轩辕剑呢？发生了些事情，剑被我封印在鲁班遗迹。啊，您！为了避免遭人夺去，离开时我已设下封印，等闲之辈无法开启。你们只管到遗迹取回即可。只要取回剑，仙儿便能得救。我会为他炼化一具新的身躯。 这样的话，以前的病也能痊愈了。那是自然。多谢夫人指点。无需多礼。看着他，会让我想起从前的自己。那么，还有什么想问的吗？夫人，冒昧一问，旅途中。 我们听过许多关于绿衣女子与妖魔战斗之事，那是你吗？小鬼，都叫你别乱说。外头是怎么传的，我不清楚。不过，我确实和妖魔缠斗了许久。只可惜，是我力有未逮。夫人若有什么难处，或许我们能帮得上忙。 这事，等取回轩辕剑后再谈吧。是啊，说这些可没什么意思。夫人愿意出手相助，感激不尽。是我要谢谢你们，愿意替我去取回轩辕剑。
从这儿离开，沿着黄河古道，便能抵达鲁班遗迹。那么，吉鹏大王是要留在这儿陪夫人了？那是当然，大小姐在这儿一个人孤零零的，本大王不忍心。你们赶紧走吧，别让大小姐等着了。大王才是，别太聒噪了，一直打扰夫人。吉鹏，你还是跟他们去吧。啊！若有你跟着，从旁协助他们，我才能更放心些。就当作是为了我，好好照顾他们。啊！大小姐说的是，我若不在，小鬼们搞不好还会坏事，让人放心不下。所以，你这个老前辈得要帮帮他们才是。行，我去好好监督他们。但愿一切顺利。吉鹏大王，晚辈有一事请教。是想问我家小姐的事迹吗？说起小姐，本大王这几百年来可再没见过第二人如小姐般聪慧了。红姐姐，还是等她说完吧。小姐也总还是有让人担心的地方，几次遭遇危险都是本大王出马相救，小姐才脱离险境。要不是本大王，哪能有如今的太平盛世呢？原来如此，晚辈受教了。但晚辈想再问，大王曾说夫人背着黄金之剑，可是上古神器轩辕剑，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武器配得上我家大小姐？上古神器？上古十大神器能力样样不同，但皆是惊天动地，尤其是轩辕剑拥有神器中的最强力量。没想到传说中的神器真的存在。是跟我们一块来了吗？夫人生性喜静，果然是真的。哈，是大小姐嘱咐我要好好盯着你们，你们一群乳臭未干的小鬼，要执行这么困难的任务总是有点风险。况且轩辕剑威力无穷，有本大王看着还是稳妥些。总之赶紧跟上。大王明明担心我们，却总是不好意思说出口。李军守住了隘口，看来是绕不过去了。是通缉要犯，交出古文竹简，放你一条生路。哼！拿下！当心他们的武器！有状况！竟是这样！
这玩意儿。用这种大妖来抽取元灵，真是不要命了。他的力量正在恢复，怎么回事？一个方向跑了，香儿，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快些找到轩辕剑。啊，小鬼说的没错。可是，要是他们跑去村庄里头，就会和之前一样。找轩辕剑虽然紧急，可这也是人命关天的大事。啊，小丫头说的也对。你说的有理，阿兄又何尝不知？但你瞧，那儿也是妖魔。虽说被困住了，可不知能困住多久。更后面呢，是否还有更多妖魔？若我们进入黄河古道，不但能寻找轩辕剑，还可沿路绞杀他们。可是，确实是两难呢。救命啊！有妖魔！大侠救命！怎么了？慢点说。咱们商队在前头遇上妖魔，我侥幸逃出来，求您救救咱们。无所谓，反正顺路。快带路吧。就在前头了，小鬼们上吧！
这儿安全了，你来看看吧。哎，太感谢了，恩公啊！多亏了恩公，否则大伙儿肯定全死在这儿了。别这么说，顺手帮点忙而已。倒是你们商队，怎会走古河道前进？实在是迫于无奈呀。咱商队向来往返西域洛阳，哪知这次才过了函谷关，便听闻妖魔肆虐，驰道全都被封锁了。逼不得已，只好冒险碰碰运气，没想，还真遇上了妖魔。如此惊险，也太过薄命。南宫有所不知，一家老小都还在洛阳等我，嗷嗷待哺着呢。我若不搏自己的命，便是拿他们的命来搏，这……哎，也是，都是辛苦人。疾鹏大王，你晓得哪条才是通往鲁班遗迹的路吗？啊！让本大王看看。大王看清楚了吗？看得很清楚，毕竟本大王鸟眼如炬。但遗憾的是，本大王也不知道路。方才不是说这方向顺路，还以为大王识路呢。哎，我得好好教育教育你们，这黄河一天到晚赶到。有道是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。本大王识得的是三十年前的路。大王这话说的，难不成我们耽误的这一会儿，黄河就改道了？总之，接下来该怎么走，本大王三十年前知道，现在不知道。诸位恩公说的遗迹，可是那艘沉在地下的大船？顺着这儿走下去便会看到，显眼得很，肯定不会错过。多谢指引，我们正愁找不到路呢。恩公莫要多礼，真是折煞我等了。一点小小心意，诸位恩公莫要推辞。啊，这是大渊，不，秋瓷的葡萄酒。恩公好见识啊。葡萄酒，很厉害吗？这种水果酿成的酒，芳香酷烈，味兼醍醐，是西域的特产。要是在长安或是洛阳，千金难得一壶。如此厚礼，太过贵重。美酒虽好，哪能与救命之恩相提并论？那我就却之不恭了。没了命，哪还有生活可过？本大王倒是觉得，做事还是得知所进退。可我几次听大王说起故事，总感觉大王向来是勇猛过人，身先士卒。那倒是，毕竟本大王从不怯战。这样啊，可是我……别磨蹭了，加紧脚步往鲁班遗迹去吧。哇，好宏伟的机关船啊！这儿便是鲁班遗迹了吧？啊，说到鲁班遗迹，当年本大王……哎，大王，你能飞上去看看有没有其他的路吗？看都不用看。小鬼，走那边。将军有令，务必紧盯入口，你们可别再摸鱼了。这里头真有将军要找的东西吗？我怎么看都觉得是艘破船。你有见过这么大的破船吗？将军怎么说你们就怎么做，问这么多做甚？是。看样子硬闯是不可能的了，
肯定会被重兵包围。有没有办法绕过去？啊、哦，绕路是吗？小鬼，走那里。绕来绕去的，这入口究竟在河东还是河西啊？小鬼，等会儿，有些不妙，怎么连这儿都有李军啊？李军人多势众，找到此处也是早晚的事。此地守卫人数不多，我们应付得来。哎，不不不，此处防备松散，太过异常，其中必然有诈，要不就是特别凶险吧。既然如此，大王可有妙计？没有，不过要是横冲直撞惊扰大军，可就坏事了。大王才说自己不怯战呢，现在不会是怕了吧？没，我怎么会害怕，就是担心你们被算计，提醒几句。何况本大王得好好监督你们，免得你们又给大小姐添忧。子胥，等会儿。吉鹏大王说的不错，贸然行动怕是会引来注意，不如先引开他们。哎，不错不错，小辈懂我，这正是我想说的。以我之见，不如声东击西，让他们分神。好吧，就依你说的办。大王辛苦了，稍后请替我问候夫人。马，天下地利。什么东西？快追！西域的人们来往的多，总也会听到一些不知真假的传闻。比如，我便听说过关于女国的故事。谁也不知它确切在哪儿，只知是某座深山中遗世独立之所在。他们世代以两名贤明女子为王共治，即便是王的夫君也从不问政事。男子在国中只负责征战，其余吏职皆由女子掌管。啊，这倒是和咱们挺像的。微臣对两位圣上可是毕恭毕敬，不敢造次。阿兄这是在暗讽我和红姐姐吧？哎，不不不，陛下说一，微臣不敢说二。那待会儿若碰上妖魔，便请子胥收拾他们了，我就带上香儿在一旁欣赏你的英姿了。好啊，红姐姐说了算。啊，你俩怎么就这样说定了？是啊，就依他说的办，声东击西。我想大王肯定能拖住他们一阵，走吧。不等大王吗？哎，此处太过危险，刚刚是引开了守卫才能进来。吉鹏大王应该回莫浪河了吧？接下来就靠我们自己了。那有声音，你看着很紧，别小看我。
那有生命，有状况，那有生命。
王姐姐，西域人娶亲是和中原一样，凭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吗？有些是如此，不过也并非如此绝对。我在乌孙便见过一次。乌孙国中，无论男女老幼，皆善于驾马骑射。年轻男女若要成婚，即便是依父母之约而定，都会进行一场赛马。该不会还得赢了才能成亲吧？挺类似，首先两人驾马一同出发，过程中小伙子调侃姑娘，怎么玩笑他都不会回嘴。一旦绕至折返点，便会换成姑娘追着小伙子，然后姑娘会扬起马鞭，可能在小伙子头上挥绕，或甚至抽打下去。小伙子可以躲，但不能还手。啊，听起来好痛啊！说是抽打，其实若两人有情，又怎会真的下手？这时也考验着小伙子的骑术，要是躲闪得好，周遭人也会给他欢呼的。这要是骑得不好，定连婚事也吹了。幸好咱们没这习俗，要不等仙二集结，我可就头疼了。依我看，阿兄还是先担心自己别被打到落马。哼，你阿兄就算落马，也是故意为之。是吗？若由我出手，子旭怕是撑不过半刻。红儿，不是认真要打我吧？这我可就说不准了。